蘇牧師，我哋歡迎我哋嘅特別嘉賓小楊咩咩，你好。係你好，楊仔。係啊，我想請問一下，嗱，我哋就話神咧係做世界宇宙萬物啦，做埋楊咩咩啦嚇。咁、我又想請問一下，咁究竟邊個做神啊？問得好，以前咧我都有同樣嘅呢個問題。咁以前我就相信咧，如果你話神做一切其他嗰啲咁，咁邊個做神呢？但我發覺到這個當中有些矛盾，這個矛盾就是說，如果有一個做神，那就這個神就不是神，就應該是那個是神，做神那個是神。那中國人有一個字叫做天，什麼叫天呢？就是一大。什麼叫一大？就是至高無上的。那如果這個至高無上的上面還有一個，那就這個就不是一大了，就應該那個才是一大。那聖經稱神是什麼呢？出埃及記三章十四節，我是自由永有的。咁嗰個嘅地方咧，就講得好清楚。第一，佢係無始無終，佢係自己存在喺個地方，冇時間限制佢，超越時間空間。第三咧，無所不在、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這個咧先至叫做神，冇任何嘢令到佢存在，係佢自己一早已經存在。因為咁樣嘅緣故咧，佢先會令到其他嗰啲短暫嘅嘢咧係能夠存在。所以因為咁樣嘅緣故咧，如果我哋相信嘅神係叫做自有永有嘅耶和華咧，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唔存在嘅。咁我都相信，如果有一個造神出嚟嗰個咧，咁我就唔信呢個係神啦，我就情願信嗰個做佢出嚟嗰個，嗰個先係神啦。啊，咁啊，中國人咧自己都有一個打油詩啊，形容到嗰啲被造出嚟嗰啲係唔得嘅，佢就用咗十啊嚟到形容我哋嘅五官啊，一口無言被造出嚟嗰啲，二目就無光，三餐不食，四肢無力，五官不靈，六親無靠，七竅不通，八面威風，九坐不動，實在無用。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，如果呢個係被造嗰啲咧，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偶像，就好似头先嗰首打油诗形容嘅一样啫。问得好，问得好。